手，我的心答案在揭晓，你的天涯海角是你的动摇，春来春去路越走越寂寥，假如爱把人变成了孤岛，两个人又有什么值得去拥抱，假如爱外的美好里面煎熬，一个人可不可以干脆的不要，我背对着你奔跑，散落的离骚还在埋怨是否该凉，还有爱燃烧，昨天的感动被当今天已经变，
因为可能就是黄玲姐的粉丝不太知道，我自己个人的第一场演唱会是在5月19日，也是在上海，所以我觉得时隔一年之后又进行了自己的第一次在这个体育馆里演唱的演唱会，我觉得当歌手挺幸福的，然后也非常感谢我所有的声友们能够把我一步一步的从路演的舞台，然后到巡演的舞台，再到一些拼盘的舞台，到去年的5月19号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小型的演唱会，再到今天体育馆的演唱会，我觉得谢谢你们一直都陪在我的身边，谢谢你们，谢谢。我接受采访很多次，他们都问周深，你有想过当歌手吗？我就想说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当歌手。为什么？因为我询问过很多很多学唱歌的人，要么就是问我们都会遇到过同一样的一个境界，就是父母不同意我们学音乐，要么就是家里情况不是很好，就觉得啊家里没那么多钱，你没办法学音乐，要么就是家里情况太好，我们家里这么有钱，你为什么要去学音乐？所以就是我感觉好像大家觉得对学音乐这件事情好像感觉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或者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我想说的是，当歌手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幸运，是因为我跟黄玲姐都遇到了在场的你们和不在场的他们，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好，接下来